有趣的题目让蜜儿脸红心跳啦，黑豆啦，哪有人小黄瓜就是你啦。面对人性的挣扎，你会如何选择呢？这样好了，不要怕，你领30000块，我们不要看答案。要领呢还是接看答案啊？怎么办啊？没看到会后悔的超豪华生饮料理气势登场。欢乐制作群，周一至周四晚上7点卫视中文台。